IMAX 的影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百合，我是导演韩延，我是郭富城，我是林志玲，我是陈凯歌，我是王宝强，我是李雪，我是江继强，我是金燕玲，我是姜武，我是井柏然，我是王栎鑫，我是闫妞，我是捉妖记的导演许成毅，我是林超贤，我是彭于晏，我是王珞丹，我是杜鹃，我是赵薇，我是徐峥。祝贺 IMAX 全球第1000家的影院盛大开幕，希望 IMAX 的影院越开越多，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再看很厉害的 IMAX 的电影院。 Congratulations to the 1000 theaters. It's great IMAX. Congratulations. It's probably the 1001, but there's many more to come. I'm grateful that there gives us the filmmakers something to shoot for. 恭祝 IMAX 全球影院数量突破1000大关，恭喜 IMAX 中国，祝 IMAX 越开越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棒的体验，希望 IMAX 能够在中国有更多的影院，看 IMAX 和我一起亲临现场，带给大家更多视觉的体验，震撼效果就在 IMAX， 最完美最逼真的效果尽在 IMAX， 与 IMAX 一起千幕之旅，一起召唤幸福热气球，恭祝 IMAX 千幕之喜。